车，然后再来黄牌，怎么样？先小火车一下吧。好了，我们先火车一下子好了啦，我们先火车一下，不然打牌打到3个小时也太累了。七胜打了吗？还没，下次一定打啊，下次一定打。这游戏蛮简单的啦，这个算简单游戏吧，我感觉可能3-4个小时就破关的游戏。库拉皮卡下船了吗？没有啊，最近不是在演那个幻影旅团团长的路线吗？好像是在演那个旅团团长的剧情啊，感觉不知道要何年何月。在哪里？这边有一个，这三小玛雅文明哦 ，What is this？What is this？ 我们先倒车吧。车还不够快啊！那个汤马斯小火车要怎么击退啊？打不退他啊！靠，来了，是他吗？是他吗？得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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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会回血吗？得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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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看画面会有点卡卡的吗？应该还好吧。他应该离我很远，不用怕，正常啊。哎，还好。啊，一点。OK。现在还在这个位置嘛，我们先去这边吧。这边有一个任务啦，可是我们刚才就是在这边被爆炸了。先去右手边吧。我好怕怕，老皮可以唱首歌让我壮壮胆吗？没事了啦，这游戏没很可怕。感谢订阅，感谢。还有刚才不是有人说乌克丽丽吗？好，我一起唱。感谢你，不要别害怕。哎，这个就没什么好怕的嘛，就火车有什么好怕的？我就很喜欢火车啊，我超爱火车哎、欸。这边好像有一个建筑，我去看一下了。对啊。你不知道吗？我最爱火车了。画面张数60fps 会好一点，这样该好一点吧？声频是什么东西？声频，我们把画面调一下了，我怕有点卡卡。这样呢？顺了吗？要不顺一点？我差点掉下去。请问这火车头可以改成汤马士小火车头吗 ？Base spin。哎呦！
这边该不会有敌人吧？很锁了。不是说不怕路，不怎么害怕啊，还好吧。调一下画面，史诗级调高好了，这样不会好一点？画面144赫兹，这样呢？有顺畅一点吗？怎么会没有钥匙啊？还真的是别的任务地点，那边有个祭坛呢、欸，看一下。嗨，又蚊子出现了。你好啊，恭候多时。中，爽啦！好，处理完毕。我猜那个汤马士小火车，哦，查尔斯小火车，大概也是跟我们打蚊子的心情一样吧。他想说，我在这个岛上面住好好的，你们这些人一直来我的这个岛，到底想干嘛？是不是？场外杀怪，升哎、欸、不行，要20几个，哭了。前面嘛，这边应该是有个什么任务，这边有两个 NPC 哎、欸。未遭遇的 NPC， 啊，这边有一个选择性任务，这边还有一个小屋，感觉应该都要去吧。哦，有音乐哦，有音乐代表有剧情哦。Asked me to design a new weapon to help you hunt Charles, and using my extensive demolitions experience, 皮皮，你有看到我们家阿文吗？你文西了。I've been wanting to see Warren's empire 文西了 for a long time, so building this puppy was a. Now that you're here, while I'm working on that, why don't you bring that box of rocket? 火箭弹在哪里啊？哦，地堡这个位置，那我觉得我可以先去港口那边呢。华伦公司，我们反复猜想，华伦要我们西家带眷来这个地域，到底是为了什么？因为他就是让我们永远不必离开啊，因为他就必须确保这个运作过程不会泄露到大陆上面去。我想要勒死那些家伙。哦，等我做出了火力最强的火箭发射器，华伦你就死定了。聊天室有没有叫华伦的？自己小心哦。门没开。不穿衣服啊。I'm sure Eugene told you all about me, so I need not introduce myself. Name's Greg, by the way. Greg! In case you haven't heard already, Warren, the mine boss. We're unsure why. To prevent this, we need you to steal all three.One of the eggs is. 哎，睡哦。北方的矿产，非凡的天才说他已经盯上了这个可怕的计谋，写下这个理论哦。所以呢，他就想说，这个华伦军阀三世企图孵出这个八角怪物来组成一支军队。啊？不是啊，啊你又控制不了，啊你控制不了，他怎么组成军队？啊？啊？这个世界上有钱人都是这么的白痴的吗？哦，有了北方的矿场，对不对？有钱人如果都像他这样子，哎，好像真的是哎，真的蛮多有钱人都蛮白痴的。他的白痴不是在于说他的智商不足，而是他会有一些异想天开，然后就把地球给毁灭。哦，真的蛮多这种白痴的。他以为他可以哦。没事了，火烧牛你控制不住，但可以丢到别人敌人那边啊！
啊，你有没有想过，万一他反扑嘞？进去看一下，这是什么？岸边港口。这游戏其实道具收集就很单纯，只要捡那个废弃零件就好了。刚来这游戏看起来好可爱，很可爱哦，真的啊、哦！你要确定呢？教育不好小孩的人很多，也是一直生。也是，也是，说的也是，那也是没办法了。他们有能力生啊，我没能力生啊，我也想生啊，要不然我们组队起来生。送去保罗啊，蜘蛛火车，不知道为什么要把我们留到这个蛛王岛、哦、而不是逃过怪兽的魔掌。他不就是要那个吗？啊，还被压断了腿，所以他白卡了是不是？We haven't met, but I've heard lots about you coming to help us. I have a favor to ask. I was recently attacked by Charles. The breakers are in the nearby supply shed. If you go get them and repair once you finish. 呵，呵。37个月了，男童俱乐部万岁。什么东西啦？怎么修？是要收集这个断路器吗？找一下好了。请问组队报名在哪边排队呢？不然这样子，我来弄一个叫做夏天会馆的好了。23 OPC give money， 然后筹收点报名费啊，然后来看能不能租个场地，把单身男男女女哇联谊先凑一对这样。太大声了吧！ Fixing the lighthouse will definitely hear those scraps. 完蛋了，这么大声，我觉得要出事了。结果全员男性哦，之前就有啊，之前不是说他们有一次办什么联谊会的，然后结果去那边只有三个女生，然后当场去了快要站了几个男生这样。我想说，这个算是什么东西？工科男生的日常吗？有这么浮夸吗？不出意外的话，就是要出意外了。哎、欸，灯塔真的修好了，你看还会转呢、欸。前面看一下，前面还有一个那个啊小房子啊。我们那弄完，速度可以升到七级哦，还六级，听起来就很像感谢祭啊。哎呀，不是这样运作的。可是相亲，个人觉得相亲几率不高啦，你还不如去交友软体上面认识。但是交友软体我也没在用，对啊，我还没有抓交友软体，我觉得有点烦，有点懒，我还要跟不知道哪里来的人那边跟他交友软体交友，对不对？搞不好兴趣啥的八竿子打不着。他第一句话就是说你有什么兴趣，我就说打游戏，他就说哦谢谢再联络，干嘛浪费那个时间，对不对？交友软体以为很多的女生，结果是女生真的不少吧，勇于尝试哦。第一句话存折问，因为你存折多少钱哦？我跟他说，我会跟他说我还在还学贷。我在楼上，你不会打得到我吧？你要能爬上来，我也佩服你啦。在哪里啊？没看到哎、欸。在哪里？在哪里啊？
我可不可以等他离开之后我再下去？火车应该不会进屋吧？还好我都反其道而行，我都是那个问女生存折多少钱的那个。那他怎么回你？方便回答一下？哎呦，方便回答一下吗？来了来了来了。救命啊！哎呦！哦干，差一点。怎样啦？他怎么会追到这上面来啊？太扯了，不是啊？我这样怎么回去？他不是稳死？赶快走啦！还是不能跑步啊？没有潜行按钮啊？嗨。又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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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个月十来万也没有女朋友啊。人没了。好快哦！你一个月十来万也没有女朋友，就也不是钱的问题啊，不是钱的问题，慢慢来嘛。吼！漏电吗？漏电了。哎呦，好快，好快，好快！哦，好快，好快！上车了，兄弟们。五十了，兄弟们，咱们上，不会还在这附近吧？感谢 Dancy Ninja， 感谢你，开门啊！What the fuck？C4 不是这样运作的呢，还那个是硝酸甘油炸弹啊！还是我 R6 玩太多，白痴游戏。哎呦，哎呦，我靠，我靠，飞到海里面去是这样。有车吗？怎么一直爆炸啦？我可以上这台车吗？走，走。有了，我们有飞弹了。发射飞行成功。版本4成功，
旁边有矿坑哎、欸，啊，这是那个地堡啦。啊，他从这他这边练习那个飞弹的测试，然后看怎么样的飞弹才可以射出去。OK， 这样我懂了。那我们先回去吧。还有我这边白白被炸死，亏烂。兄弟啊，快到了哈，等一下哈。有遇到邪教了吗？有啊，邪教被我射爽的、啊，蛮没料的。他应该这辈子后悔当邪教吧。The launcher is in complete work. Oh, and take good care of it. After you're done, I have a few people to 拜访几个人。装在您的火车上面了，谢谢喽。哇，还有售后服务，老人家。啊，赞哦！小火车打得死吗？现在打不死。归还日记。嗯，我想一下，我们要不要倒车过去解这个任务啊？哦，我现在有火箭筒了。来一只蜘蛛火车，我就打一只回去。打架。这个杆子是怎样啊？这杆子是怎样？你看啊、哦，这装填动作也太好笑了吧！哇、哦，速度好快，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吗？我们是不是超过了？还没。但这火车也是挺酷的呢。别看它小小一台，威力无穷。赤足英法谁会赢？英国队吧。法国队不是有人家里面被偷了吗？那超靠腰的啊！他趁他出去踢世足的时候，然后到他家把他家给偷了。听说被偷了不少钱。哦，是英国啊？你说是英国队被偷是不是？是英国队被偷还是法国队被偷？然后他就说他要先回去处理。看这超酷的、欸，到底谁干的啦？被偷走啊、哦！英国队啊、哦，那你下法国，嗯，那你下法国，不踢的不踢的，他直接回家了。害人的画画，总共有16张图画，拿下来烧了，每一根柱子上面都有一根画。Say, you're that monster hunter. I must know. Do you have any experience with ghosts? 有。Someone or something has been. I always collect and burn them, but as I was looking for them last night, I only found half of them yesterday because of the commotion. 最后的八张，怪物猎人哪里啊？哦，采石场里面。那我们先去帮他找日记吧。日记那个先生应该会给我们不少废料，他后面废料都给个一二十、二三十，其实就还蛮舒服的。足球偷家战术很有用啊，让你扛不住啊。就是红色的椅子，他也太爱红色椅子了吧？这锤子是干嘛的？雷神索尔。绿色弹打得你死我活，必要的三个弹其中一个。他这个也是蛮穷的，什么都没有。以为是运动游戏，结果是即时战略。不是啊，那个他们家没有保镖吗？不是都这种。豪宅应该也是要保镖吧？听说被偷1000多万、欸，
那他家应该是也是确实应该是蛮有钱的，家里面没有其他人吗？我又觉得挺诡异的。好啦，先下去吧，这个地方对不对？可是我们要去港口，要不要把车开到这边一起过去？还是要走这边进去里面？走进去好了。对啊，24小时保全，内生通外鬼有没有可能？ 另外一盒吧，八张图案。Slender Man 吗？找到八张画。报道是说有持枪，所以基本上是硬闯进去的保全也不太会配枪。哦，持枪哦，太扯了吧！哦，好臭，好臭。 好臭！啊，有狐臭！干嘛啦？ 追了，你这样张贴广告传单，依法对你开罚600到1800块，好不好？我是为了你着想，把你撕下来，对不对？你就这么想被罚吗？现在是我，等一下卫生局还有那个环保局就来了。 哪里还有？我找不到哎。 来了，来了，他来了！呀！刚经过一张在哪里？ OPCG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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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右边。诶。
啊，又来了，又来了！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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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等下被了、啊、靠腰，为什么被传走了？这我是要重找的话、啊，没有。啦咪啦咪啦，那啦啦啦啦啦，嘿嘿，山哒啦哒啦哒滴啦，啦啦嘞啦嘞啦。啊，吹丢吹丢吹丢啊！就剩下那一张，别那边叫了啦！我听出来了啦，你那个就是肚子饿才会这样啦，把走腰啦。饿哦，那就吃啊。找不到，在哪里啊？这样看得到吗？你唱歌卡圈，它画面变这样子的话就会lag啊，这没办法。Twitch就是它那个上传是有那个速率限制啊，你画面。点砸点越多，它就越那个，所以最怕就会出现这种画面啊！就是一个黑人啊，你在闹了。我知道你现在很紧张害怕，所以我教你一个方法，想象一下后面那只一直在说木瓜就好。没有，并没有。Under what I will do。并没有啊。他又来了。我就应该在他刚才出来的地方、欸，哎。木瓜胖虎，木瓜胖虎，胖虎。不要追了啦，这样怎么好好找？你这样怎么好好找啦？哪里？我被传到一个莫名其妙的地方。白痴哦，他只要一抓到我，我就会卡住啦。所以就是看，如果说你要被抓到，还是要突击断线。会不会在最上面的山顶啊？我在想。抓到极断线，干怎么找？
没有，上面没有。 哇，我看不到东西啊！你们看不到，我也看不到啊。然后我们大家就是像瞎子一样在那边跑来跑去的。好了啦，萨鲁曼，不在这边吧？算了，遇到那个我还是下去好了。遇到火车，我还是乖乖下去好了。这跟火车比，这个也算比较温和。 他跟火车打架谁而已啊！不要问我从哪里来啊！不要问我从哪里来，走开啦，看不到路啦！ 不要再吹啦！这已经绕过两次，应该不会有吧？我想是不是会不会在山上啊？是出去了吗？我们站上面看一下好了。刚刚有吗？哪边？回头右边吗？过了。看到了。 回头现在，把你撕掉！他每天都在撕这个东西哦，他蛮厉害的呢。这个什么沙沙下沙很厉害呢，每天都在跟这个地方来怎么讲玩赛跑，有料，这女生真的有料。 他可能比我跑快一倍，有可能。哼，身法是兵长等级的，难怪这两颗两颗两两并排的数。面有蓝色抓到，急中出进退两难 ，O P C G Y。进退两难。 怎么样啊？臭鸡鸡在追我啊！哎，我跑哪去了？为什么往回走啊？怎么往回走啦？我不是要去北边吗？哎，刚好前面有东西，捡一下好了。Yes。 你怎么知道是臭的？因为我被他吃了两次，还不臭吗？他嘴巴超臭，先倒车好了啦。
速度很快。他还活着吗？所以有句话讲得很好，恐惧源自于什么？火力不足啊！当你火力充足啊，他们都只是笑话。什么叫性癖不足？那跟火力有什么关系？卡卡了这边。恐惧来自性，火力不足。恐惧来自性。只要性癖够，真子花子八尺。什么东西？我们是火力要升到十级呀、啊！只要胆子大，女鬼放产假。太狠了，太狠了！卡卡的，卡卡的。我看能不能把那个邪教图引出来。出来面对啊！打不到、啊。因为你们这些想令女鬼放产假的，所以女鬼们才那么重怨念，不会用肉体驱魔的，不要乱来。什么东西啦？这邪教徒还蛮弱的啊。潜行是干嘛的啦？还有没有？不要让我一个一个抓出来呢！你们一起出来啊！什么房间啊？有点可怕、啊。务必不要让任何人接近那个蛋，有人接近就格杀无论。等他完成孵化，把他干掉，然后把尸体拿过来给我。月了，老大小孩想要男的还是女的？恐惧来自火力与性癖不足。OPC Jokai OPC Jokai， 女孩吧。女孩也不错啊，不然已经都是好几个男的了。哎呦，更 fuck you！ 哎呦，这 fuck you 吓人哦。我偷你的蛋，哎呦靠腰啊！我偷你的蛋呢、啊？
Hey! We're Tony the Dan. Hey! I wish they never came here. Beat it! Beat it! Beat it! God, that's sweet. Hi. DK 阿咪蛋蛋还来避雷九死避乐这是敌人在搞笑的吧捡钱喽！里面还是不是还有一个人？刚好像两个人哎、欸。然后有人在那边讲说这游戏什么潜行怎样很难，我觉得他应该玩错游戏了，他可能以为这是潜行游戏。走到跑图跑太快有点卡哎、欸。我的滑板鞋时尚时尚最时尚，回家的路上我情不自禁摩擦摩擦磨。摩擦，摩擦，摩擦！邪教徒真的太弱了。好爽哦！我们现在收集20个，再拿了一颗蛋了嘛？这边有3个 NPC， 我们先解一解。还有一颗蛋在哪里呀、啊？找不到啊！这小屋是干嘛的？这边有个祭坛欸。啊？查尔斯？走位啊！走位太鬼畜！还好吧，我这走位叫鬼畜，我这个跟那个决胜时刻的玩家比起来，这个哪算什么鬼畜？人家还有海豚移动法嘞，看那海豚赶快！现在玩 FPS 玩家都已经快要变不是人类了，都有一些奇形怪状的东西在那边飞。有了有了，又有钱了，上面那间呢？先做什么的？说跑太快嘛，我就觉得被我跑到有点卡卡的、欸。嗨，有人在家吗？有人在家吗？有个人站在窗边。我这边守株待兔好几天了，但查尔斯仍然没有跨过旧木桥。啊！啊！他要把那个旧木桥给炸了，然后把他给炸死、欸！哎 ，You're the archivist my father told me about. 保罗。Although I'm disappointed to see that he chose to stay on the mainland, not to say that your help isn't appreciated,
But we could have used his aid as well. 有啊，你爸爸在啊，他在港口啊。If you haven't already heard from the others, the Mylar main plan is to summon Charles into a duel and fight him to the death. Go attach these remote explosives to each. 绑哪边？那个木桥那边啊。怎么可能炸得死？不要想了，炸肯定是炸不死的、啊。反叛会议笔记，我和所有人讨论我们最新战斗计划，没人反对，整个团队都知道该做什么事情。等待他调整轨道方向呢，他来的时候我们集中痛击他。哦，两天内父亲就会回来了。好，滑轮。可是这个滑轮他们自己没有被查尔斯攻击吗？我就蛮好奇的、啊，这查尔斯看起来他是不管你是，他只要你是人类他就攻击你啊。不是吗？安装炸药是不是？在哪里啊？嗯，新桥梁上面八个柱子安装炸药，八个柱子，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八个柱子。你是得闪光还是怎样？青光眼？八个柱子，有没有看错？四天王有几个人？五个，有道理。这里吗？哦，先取得炸药啦，是不是？啊，不是啊，这不是我刚才来的地方吗？白痴哦！不是上面有东西没捡欸。好爽啊，又捡到了！路边捡到钱，这游戏真的很卡，不知道卡几点的。在桥上吧。会不会等下就跑出查尔斯？放置八个炸药。他怎么自己不来放、啊？是不是这边人都只会出一张嘴？因为他们怕死哦，确实哎，确实，不然怎么都躲到家里面？他们就是算准了查尔斯不会进到他房子里面去啊！我刚才躲到灯塔，是不是那查尔斯也没有，他也没跟过来了 ？That's the tallest and weakest bridge on the island. I'll be on standby to detonate the charges. Here, take this. Once you think you're prepared enough. 哈，神庙大战这么快？可是不是要收集三颗蛋吗？用蛋来召唤查尔斯，我不是还捡两颗蛋而已吗？什么时候他连他的剧情他都讲不清楚了？为什么现在剩下两颗蛋了？不是三颗蛋吗？啊！我到底玩了什么？没有主线了吗？前面还有一个吧。哦，必要 NPC。他一开始很多人告诉你说，他收集三颗蛋。毁灭世界，然后结果玩游戏玩到最后面，就想说没关系，两颗就行。我之前玩过一款 RPG 游戏啊，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什么收集什么几大圣物这样子，
然后来这个大家在抢夺那个圣物，然后谁能够收集完所有圣物的话，就可以掌控那个远古的神兽的力量，驾驭它的力量这样子。然后结果呢，那个 RPG 前面都很认真，大家就是各个国家嘛，好像分了三个国家在抢那个圣物，然后抢到最后面呢，靠到结果最后面那个圣物又没有他的事了，是怎样？然后就莫名其妙变成别的剧情，哦。就玩到最后面，那个圣物没收集完，神兽还是跑出来了。那我想说，干那为什么前面还要把那个圣物什么刻画历史，然后还要做说他的这个传承，以前发生什么事情？当初就有人在你下，没事被盗。被盗，小心被 ban。他就是为什么还要弄那么多的世界观，什么过去古代的文明，然后收集这东西之后才被那个有没有大家互相争夺啊？结果到最后面，但也没收东西，也没收集完。根本就才水的，正在搞什么本人 ？So the fabled hunter has finally arrived. You know, my late husband built a gun to bomb with. Take what I have left of the gun and just do me. 只好把它当低配版模拟山羊了。Name it Bob. Bob. 好。Bob， 他说他去哪边收集营地哦？哎呦，充满考验。让我们哀悼失去的兄弟姐妹之际，大家也会非常佩服您坚定的信念跟信心。那这边有传教士吗？讲到大纲，上帝非常愤怒，查尔斯可能是魔鬼，96%确定，永远鬼鬼祟祟，蜘蛛对抗蛇，通常蜘蛛有比较多脚，上帝永远胜利，希望吧，牺牲要求志愿者，别哭太久，哭点点就好。什么东西？这是在臭吗？哎、欸，啊、我的火车升完级变这个样子啦，帅哦！弄黑色战车，哎呦，我的黑色战车越来越帅了，黑色速度比较快吧。Archivist, in all your radiant glory, Paul entrusted me with a key to one of the mines contained. There's an ancient shrine on the island, a pyramid of sorts. A curious prism located at the top. Prism seems to have been designed for one. Three slots are carved into the prism. When fully loaded, a massive beam of energy is. The mutineers hope this event will lure Charles to a mortal. Now for the real warning. Charles has the ability to absorb. We saw it once before. However, it's not my place to. Once you have retrieved all the eggs and the key to the.收集所有的蛋，那没问题啊。晚上开会的时候，他告诉我们疯狂阴谋论哦，他们想要利用蜘蛛火车征服世界。什么东西啊？这个剧情好棒哦！吸取生命能量的时候，查尔斯才第一次攻击我们哦，所以他就是原本是不会攻击，但是他吸取了生命能量之后，才开始变这么狂暴，还变成就是两倍大，而且越来越大，越来越壮。哎呦，见不得人的秘密。那个地方在哪里？蛮近的，两个点都很近诶。暴徒营地跟这边都蛮近，所以我们要到这边来啦，对不对？
好吧，祝我好运。那是不是光明会制造出来的？应该不是吧？他有跟上吗？好像没有。没错吧？狼人杀出新模式会玩吗？再看看咯。问就是再看看。没人了吗？到底这个到底怎么转360度的啊？不要来这里啦！用老人家先跟他们 say hi 好了。嗯，穿墙。说不要来了，硬要哎。靠腰，又要跑回去一圈了。好了好了好了，我们走一圈了。哦，烦。可打他好像会给废料哎、欸，你看我废料变18，我们多刷他几次，我们是不是就无敌了？看我再跑一圈。别再下雨了啦！我黑色的战车，谁才是恐怖小火车啊？我没说是他们啊，他这游戏没说是他们嘛，有可能是我们啊？怎么那么卡、啊？提升锐利度，效能。看样子我们明白为何有人想把这怪物留下来了。他是来保护世界是不是？怕世界被我给摧毁啊。那明明就有这个车子啊，他们为什么要怕公司啊？你就开这个车子去把公司的人全部涂一涂不就好了。你看，这就是没人愿意挺身而出啊！只要一个人挺身而出，事情就变得不一样了。橘色小火车，他就会怕、啊，怕，怕能解决事情吗？
他们不会重生哦。啊，你不会重生，你倒了一个，换下一个人开不就好了？主角只有一个人啊。要有更多有志之士一同加入嘛。哼，直接碾过，他不会又来了吧？到底是什么诡异的邪教？现实世界如果有这种邪教，你会想要去参观吗？汤马斯邪教。先不要毁童年哦，还好吧，童年的时候就够可怕了。挖了一个月，好奇他们在挖什么东西？有古代遗迹，地底发现了一些遗迹哦。真的是来挖金矿的吗？还挖出了超级神庙。哎，有了钥匙。不过他又来了吧？有 BGM， 这个 BGM 让我感到不舒服。这里吗？可不可以我也戴这个面具啊？哦，哦。哦、oh ，good， nice。那我们要先回去找那个吗？好像他任务是不用回去找他嘞。到底是矿场还是坟场？感觉把火车开到这边是最安全的。两个新角色会拍片吗？之后吧，之后再看看啊。等我有空啦，最近很多事情。还有个 NPC 耶、欸，我有需要把所有 NPC 任务全部解完吗？解都解，好远哦。下面还有哎、欸，你看这边还有三个。好啦，解啦解啦。可是我要先去，我们先去这边吧，先把这任务先解完吧。下面这个也要过去啊。到了吗？这边就不能直接开火车进去杀了，有点可惜。不过还是老方法吧。我们还是用老方法。哦，好深！
can hear you screaming out here. 你在叫什么叫？叫什么叫？在那叫什么叫？舒服了，没人阻止我了。这是双管的，太过热。它应该是双管狙击枪吧？射速超慢欸，嘣嘣这样子。我以为它是叭叭叭叭叭叭叭，就是嘣嘣嘣嘣这样。然后打个两三发就过热了。还有人吗？外面怎么有火车的声音？这不对耶！什么东西啊？没有办法回去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他是吹那个。No trespassing. Trespassing.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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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吧哒哒吧哒吧哒吧，哒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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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哒哒。Oh no! Oh no! 怎么那么多？好远！那先去找另外一个 NPC 好了。有箱子不捡吗？我都快生完了。开车去啊。车子没关系啦，放着，等一下，等一下再开。这边没有路过啊，很远呢。说不定箱子里面有油漆，油漆没擦啦。我很在乎油漆吗？男的女的啊？Hey, aren't you the new guy who's come here to work for us? You must be. There's something at the top of these towers that I... And don't worry, I won't... I'm a nice enough guy to pay. You see, Mr. Warren never told anyone from the mainland... He never even reported the cave-in. He hasn't paid us since then. Top it all off? None of us miners ever received... I'm gonna sue the pants off of Warren once I escape. He keeps all his files at the top of these towers. Problem is, he erected these towers years. I could scale them myself.As a reward, you can have one of my.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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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 太过分了，这个人，你看，摆明的打起了这个坏心思，这个塔快倒了，还叫你上去，有没有？你身边有没有这种朋友？船快沉了，叫你快搭，快上啊，对不对？比特币。以太币、虚拟货币腰斩，都要跳水。他跟讲说：“哎、欸，现在进场好时间。”有没有？有没有这种朋友？
你我哪我不会这样哦，我都会劝你们说不要贪小便宜，不要冲动。买巴西哦，有人叫你们买巴西吗？还是买西巴？你锁住了啦。台积电砍半钱，邀朋友入坑，然后我也买了呢。那时候也是有观众跟我讲说，这个时间点不错啊，可以买啊，不错啊，人都没了，不错。锁住了，锁住了。又锁住了，要跳过去对面吗？这个稳死的吧？怎么可能飞那么远？开啊！助跑跳，我觉得飞不了那么远呢、欸，还是要在那个屋顶上面飞过去，感觉几率高一点。好吧，咦？为这场行动打好基础。打好基础，这四个字我听到就觉得好痛苦，不知道为什么。打好基础，哦，他们必须要赶快挖到黄金才能避免破产。完了，我的车好远哦，我的车停很远哎。这样子啊、哦，哦，这样子是不是？哦，放弃了是吗？没想到我这么敏捷。哎，那我要怎么样去拿那个啊？他刚才那个已经拿到了吗？还在往更往上面走？我感觉是要更往上哎、欸，应该不是这一间而已吧？他走了，他走了。让你知道我的身法不是盖的。去寻找罗尼。嗨，兄台，吹丢啊，吹丢啊啦！太高了。亚迪啊 ！You look like a monkey climbing those towers. I sure am glad I found these spots. Here's that scrap you were. Don't spend it all. 我是在考。没有你在哭吗？嗯？你是在哭吗，罗尼？没有被人家用 heavy 嘛性感打过就对了。我被他出去直接遇到爱啊！
拜托不要。墨菲定律，你说不要，他就偏要。那你来吧，上我吧，查尔斯上我啊！你看他这样，他就不会来，有没有？全面升级，可以出发了。要直接打了吗？我们还有任务没解完欸，还是可以直接打完了。直接打了是不是？这么嗨哦，走啊！我靠，我的火车还有牛角是怎样？先准备一些那个吧，我们准备一些零件，大家可以修。看一下最终完成版的皮皮钢铁战车，牛头人之罪，这去哪里的？我们现在是要往下走。皮皮钢你。你敢来，我敢刚。在前面了吗？还蛮近的，在左边而已啊。这个祭坛有没有邪教徒啊？哎呦哎，这样不行，一定要在上面才可以射。攻城战，我觉得我直接肉身去引他们好了。来来来来，哎，这样好像蛮，这样也蛮快的。啊，来来来，又来一个，又来一个。过来啊！卡住了是不是？要炸自己！嘿 ，Stop right there！ 可爱，太可爱了。这边热闹的邪教营地。现在一个口哨声都发不出来了，在吹啊，三更半夜吹。他这边很大哎，不止一个房间而已。他们不懂上火车吗？不要拿正常人的逻辑跟这个恶搞游戏的人的逻辑相提并论，好不好？他们还没学会怎么上火车啊！下面还有一个人呢、欸。
don't know what you're doing. Just put the egg down slowly and lay flat on the ground. You'll hurt far too many people if you follow through with whatever you're planning. Huh? 主角没有在管你的。 这不好用啊！ 顺移啊！不要啦！ 就这样，靠腰，音乐是蛮帅的啦，还不错啦，是蛮好玩的，但是有点短就是了。噗嗤，作者会出续集吗？ 1998年。 我就知道，像这种B级片，结尾总是要反转一下的。查尔斯小火车二。
哇靠！哇靠！太可怕了吧！吓死谁？火车上不了海，不用怕。准备好赛车了吗？赛车啊，好像也可以啊。